下集我们中小管反切，一定要控网，有两个关键环节。第一个呢是控网时间，一定在定制之后半月至做出洒水管，这个时候要控网啊。如果接住了洒水管以后，它就不需要控网了啊。如果你再控网呢啊，它会降产。第二个是呢，我们用业务控网的时候啊，遵循一个原则啊，剂量要轻，频率要够啊。如果是你那个剂量比较大，一下控住网了，第一个没有装饰了，第二个呢哈、啊，这水花这果实啊挤到一块啊，像葡萄一样啊，它炸不开。所以说我的方法呢哈，剂量要轻，然后呢高频率，我们可以4天至5天打一次啊，这样呢哈、啊，它不会影响果实，也不会影响装饰。